你曾经听过内心的鼓声吗？入时袭来，像是敲醒混沌的暮鼓晨钟，又像是年少时的战鼓，催促着我们仗满帆，航向青春波涛的江湖之间。走啊走啊，回家。你为什么要来武术学校？因为不够在这里。因为朋友说这里的功课很少。所以是你自己要来，还是你爸爸妈妈叫你来？我自己要来。你自己要来的，因为哥哥在这里。哥哥没有跟你说他在这里很痛苦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逝水华林》，我是主持人李伟文。台湾在2010年诞生了第一所武术学校，位在苗栗山上。武术生必须住校，但是全台湾的孩子住在这里。快点，陈若欢君，陈若，你敢这样？后仰，这样，还能这样？十来岁少男少女的日常是永无止境拉筋练套。武术不是升学制度的主流学科，甚至呢也不是运动比赛的主流项目，但是无限风光在险峰，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专长和舞台。走回来慢了，还有这个接降以后你接了就下去了，不要停太久，你停了裁判都睡了。战鼓响起，这是他们的江湖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纪录片《江湖少女》。